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易烊千玺，请大家多多关注高科技少女喵。烦恼放下，一起向魔法城堡进发。行，可以。大二进三四。好，飞机，开始。不要害怕。烦恼放下，烦恼放下，一起向魔法城堡进发。那个控制电池，开上。我先来一点。对，先来一点。先来一点。飞机，开始。不要害怕。烦恼放下，一起向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杨硕，啊，市场二九五四。开始。不要害怕，烦恼放下，一起向魔法城堡进发。好，但是就是杨硕，你上错。楠楠，你像不像？这么小就出来。楠楠哥哥，先一会儿，或者道歉。下机走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导演说开始的。从哪开始？开始。今天咱盯着镜头吧，看着镜头，然后说开始说词儿，开始就说词儿，然后就一直往前推。对，不要害怕，烦恼放下，向魔法城堡进发。对，一起向魔法。对，一起向魔法城堡进发。啊！来，开机，开始。是推的时候就说吗？对，说开始，然后就开始说词儿。哎，好嘞。关机，开机。市场二进二四。好，开机，开始。不要害怕。可以，感觉可以。哎，对，是这感觉。不要害怕，烦恼放下，一起向。我不信，哥哥，相信吧。不要害怕，烦恼放下，一起向魔法城堡进发。我还是喜欢爱出发。千玺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高科技少女喵的剧组，那么感觉咱们剧组怎么样？很棒，然后从子墨哥就学到了很多，就是表演的技巧。没有了，其实我觉得千玺很聪明，而且悟性很高，就我这边没有太多的表演方面来教给他。对，哎，那能不能千玺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？就是他教过，就是很多这种，然后就这么演戏。TFBOYS 粉丝们，我真的没有啊，我从来没这么教过，对不起。哎呦我天哪。